来到第二个环节 Answer ASAP， 每集会有两个 Mirror 成员分别同粉丝组队对战，每队都有一分钟时间答问题，主持会轮流向每队发问，而每次作答都会倒数计时，要直到他们答啱计时才会停止，所以在一条题目花的时间越耐，其余题目就变相要在更短的时间内答啱，最快用完一分钟的队伍就为之输，而赢了的粉丝可以带他喜欢的 Mirror 成员巨型纸牌回家。今集我哋抽出咗 Elton 同埋 Tiger 嘅粉丝出嚟，哇！你睇呢两位靓仔到咧，你叫咩名字啊？我叫小打白粉。你中意啲 Elton 啲乜嘢啊？所有。喂，咁我又调翻转问下你啦 ，Elton， 你除咗大只龙高之外，你觉得自己有咩长处？渊博咯，讲首诗嚟听下。八日依山尽，哇，好科幻！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悭啲啦。粉丝你系叫咩名字啊？我叫乌蛇的忠粉。我啱啱收到威太嘅同事嚟叫阿 Ken 嘅。系，你好啊。咁喺猜包剪集之前咧，我发现都有啲嘢。请举出你嘅左手 ，A L T O N。哇！左手猜应该会赢。包剪搭搭炮，搭炮先就我呢边先噶啦。有冇信心啊？冇。哇！水乳交我俾你，嚟啊！好。哇！而家会有啊。好，嚟啦。歌手刘美君隶属边间唱片公司？环球唱片。哇，犀利！叻，快二准。哇，嚟啊！歌手泽阳田啊，先生系属于边间唱片公司嘅咧？都近嘅，同嗰边都类似嘅，都类似嘅。还啦，犀利！冇错 ，Tiger。劲！你点样谂到噶？啱啱？Mirror 成员柳应婷的停字有几多笔画？六、五、七。Mirror 成员陈卓妍的卓字有几多笔画？八、八、八。啊，边个国家是由三个人体部分组成？我 I Q 题我唔得噶。匈牙利。哦，粉丝们。呢個遊戲係佢哋玩嘅，好唔好？下次乖啲，知唔知？呢個都係 I Q 題啊！咩水果係唔打字嘅？咩水果係唔打字嘅？唔打字？我真係唔識嘅，唔好望住我啊！哇！哦，係有機會嘅。啊，都成日食嘅嗰個。難喎！招唔招？咁難招？但係點解咧？不打字，不打招，不打不打字招。冇錯啦，就係不打字招。佢哋咧？佢哋好懶啊！佢哋聽到後面就算講不打字招招。阿 Ken 好似係好唔係好想碌喎，兩米排碼。唔係你明唔明咩？我諗好難，真係諗唔到。即係大家都唔講嘢嘅。胡志明市屬於邊個國家？越南。哇！犀利喎，好快喎，真係。插住。你頭先答兩題用咗兩秒都唔夠喎。你撳得快啫，唔關我事嘅。Tiger， 你真係要加把勁喎！馬尼拉係位於邊個國家？印尼。唔係。馬來西亞。都唔係近啊，都係東南亞嘅。三個字。菲律賓。係啊，邊度啊？菲律賓。係啊。好勁啊！係啊 ，Tiger。啲 fans。姜濤新肖係乜嘢？屬靚仔。豬啊！你屬於牛。你接麥嚟喎。豬牛虎兔馬蹄咁啊！兔兔。實中嘅由頭開嘅話，你時間就唔多啦，你要撞得開，用嗰個方法背一次嚇。加油啊！依人嘅身材係咩？虎雞雞狗鴨鵝唔係豬石豬啊石豬鵝貓狗老鼠佢鴨其實開始過分嘅已經。請以英文串出 hamburger。H-A-M-B-U-R-G-E-R 請以英文串出 sandwich S-W-A-S-A-W-I-C-H 對啦怎麼這麼快到請大家看完前面這張照片幫他配上一句適當的句子一二三適當的句子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不是身體健康生日快樂不是李嘉欣靚，李嘉欣喎，李嘉欣靚咯，李嘉欣喎，李嘉打電話，打電話，打電話，我真係恭喜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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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冇錯，我真係恭喜你啊！我真係恭喜你，一、二、三，你大我啊！哇！不要低頭，光環。
環會掉下來》嘅歌詞係屬於邊位女歌手嘅歌曲？花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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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千嬅，楊千嬅，楊千嬅。留心啲，我現時自己肯做飯呢句歌詞係嚟自邊位男歌手？陳柏宇。哇！大家，大家，一秒啫，係啊！而家我嚟緊張，我一緊張，一個，不，我未問啊，唔好咁緊張。Mirror 一共有幾多位成員係九十後？七位。恭喜曬老虎仔的粉絲阿 Ken 可以攞到呢個兩米的人形紙牌。如果想知道下集邊個出去做任務，請繼續留意我哋 Mirror Go。